家说的好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上辈子做坏事，这一辈子做电视。那些艺人真的很好笑，可是每一台都可以看得到他。刚曹大哥说不要一年发一次他，那我们就要两个礼拜发一次他。你们知道也很笨啊，为什么要有设计？节目啊，常都是一些老梗。你如果真的看一下看不下去，你可以不要看。最难做的节目是什么节目？什么？是说答不出来，去当乐队吧。今天好像是演小明星打个单。